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Your turn. Very good. Don't go ahead now. Good golly. 早排做咗个小手术啦，咁就休息咗两个礼拜啊。今日天气咁好咧，就带埋 Teddy Coffee 出发去食饭啦。嘈咗好多间餐厅啊，要逐间逐间介绍。第一站咧，我哋嚟到长沙湾，有一条日本嘅食街啊，好期待啊！咁泊车就要泊喺丽新商场停车场再行过去嘅。呢度附近都有唔同嘅停车场嘅，不过丽新商场停车场就会比较平啊，20蚊一个钟咋。就喺泊车嘅丽新商场停车场呢，原来一楼有间食饺子嘅店呢，都系可以俾狗仔去㗎。啱啱行过发现佢有一个叫做宠物友善区啊。下次可以嚟试下。由停车场行过去呢，就需时3分钟。为什么叫做日本食街呢？因为它真是一条街，就有个临时的搭建物，有顶盖，另外呢都有冷气的。它这个设计很聪明啊，令它变成一个室外有冷气的位置，可以给狗仔来一起吃东西。那就做 QR code 落单的。爆谷鸡好特别啊，开头以为鸡软骨嚟嘅，原来系切到好细粒嘅鸡肉啦。咁佢辣辣地，仲配咗3个酱料，唔错。这个三黄鸡香葱冚饭好好吃啊，那个和牛不知道什么肉酱粿条面就一般，但这个真的好味啊，不过就很浓味的。这里有超级多的打卡位的。看完麻烦你，希望你可以给多个 like 我们，同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仲要按埋隔篱的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下一条片噶啦，拜拜。